桂先生，因為咧，親佢好驚，點解嘅？因為我見到你好多 job 咧，全部一係就同港姐有關啊，同啲美女有關啊，因為啲拍檔就係非常美麗嘅，好似你側邊咁又有心靈 BB 喺度嚇，你其實身在福中，你知唔知福嘅咧嚇？好多謝 TVB。你咁樣講又真係幾好彩嘅，咁啊今年又有份去參與港姐嘅表演嘅環節嘅，前幾個禮拜先去完日本翻嚟啦，就去嗰邊錄咗港姐嘅一個主題曲，咁同埋其實咧，講起加拿大，我覺得都好嘅，因為又係 TVB 令到我差唔多連續。唔知第四、第五年咧，每年都有嚟加拿大做嘢嘅，所以對温哥華嘅感覺好親切。咁啊，當然你要學生咧勤力先得㗎，你要非常勤力嚟對做每一件事。同大家講講你最近嗰個嘅工作啊，除咗好多喺電視上邊啊啲 project 都係拍緊之外咧，唱歌方面點樣咧？哦，唱歌而家錄緊歌嘅，咁啊應該年尾左右就會出碟㗎啦。係啦，希望大家會支持啦，到時。絕對喎。咁我哋又等㗎啦喎，要等先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生命 BB 咁今次翻嚟，就更加奮力爭氣。原來靠你，我可鼓起勇氣。想你肯接纳我，雪落大地当中送火，才知一声称赞得到的太多。胜利结果最重要，挫败已不再困扰，琐碎的爱从来没缺少，眼泪再多还有欢笑。这身边总有着你，替我分忧，体贴我心理。如非听你在打气，难受我又怎叹气？明这始终宠爱有假，从未遗弃，绝不放弃，就更加奋力争气。原来靠你，我可鼓起勇气。收到的福气，还需走百万公里，痛到过就会欢喜。明这始终宠爱有假，才能全没顾忌，用心去唱，自信起跌亦处理，唯求你我可分享好结尾。